位时光特工，我们本期的主题叫做来自2002的一个秘密。打开这个箱子的特工队伍可以得到上周得到的分数直接翻倍的福利。咱们必须要拿下啊，我们今天一定要拿下这个。那你岂不是要30多分啊？我捞着了。我们今天一共有3关挑战，赢得一关之后将独家享用这个魔盒相关的线索，同时还会拥有一次认证魔盒的机会。我如果顺利开箱，这期不就结束了吗？太好了，提前下班。好的，开始认证。好，不是这个事儿。我们请狼队来认证，请认证。认证，3、2、1。